为它是短暂的，它是瞬间的，所以它受到的干扰很少。它是一个难度很高的，因为它必须整合 很多的空间的场域。一个将近20公顷的一个场地，怎么在半年内它被规划然后实现完成？对我们来讲，它是城市的一种实践，它是一个虚构的事情，一个虚构的一个城市的瞬间跟一个老的城市互相连接，而在这个状况下，它可以长出一些新的花朵。它让大家回去看到一些它本来没有看到的那个城市的一部分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孩子，像宫崎骏的电影一样，你在某一个午后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怪兽从你的窗前走过去，你就会觉得这个是现实，那就很棒啊！他会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比其他人多一些很不一样。这些地方原来都不是为了灯会去设置的。当有一个灯会进来，怎么样让它的空间的流动、停留、观看这件事情有它的节奏？当一个规模大到一天可以有50-60万人进场，怎么样去想这个那个动迁？其实它又是另外一种思考，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，试图让空间、城市、环境跟灯会、灯节的主题、灯节的动线、灯节的场域。整个月经港周边其实有一条老街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资源。那这老街也因为那个时空的变迁，所以它很多都已经那个颓败，或者是它就封闭了。有这样的期待，就是说月经港灯节有没有可能它变成一个台南的灯节，它可以持续的举办。我们就透过的跟艺术家合作，然后工作室的打开联合的团队，大家一起创造了几个以月亮为主题，然后能够吸引大家去看到的，既是梦幻，可是又跟现场环境做结合的一种场景。一路延伸到老街里头，把一些破败没有人使用的老街的以前的我们想象，以及从现场去观察到去研发出来的主题，包括像依法店啊、盐水意面等等的那个窗景，都把它做回老街上面。
在想的事情是，这个城市的样子其实是我们对它的想象，它当然有很多现实的部分，那可是其实最终还是我们希望这城市变成什么样子。我们无论如何要试图让这个城市长出一些特殊的样子，然后打开它对那个事情想象力的那种勇气，所以可能很有意思的东西它会发生。